但我们就先走，哥，走，哥，哥，哥，一定要杀死大侠，不能让他出去，危害村民。二宝，还有炸药没有？我没有炸药了，这还有呢。 我们根本炸不死大蛇，这个我知道，时间不多了，你们赶紧走。师傅，再不走都得死在这儿。二宝，照顾好自己，听师傅的话，快走啊！王师傅。